下 TP， 等 T 回来，李睿之会想要压这个位置吗？上当了 ，T 回来，再一下拿下了一血，而且他这活了出来还要被安排。是的，下路来了 ，W 直接被 Q 下来，这波选择留牛头，一个 E 技能把人一走是几个意思呀？哎。火龙应该是稳了，那这波下路干个其实还赚的蛮多的，联合起来点个果子，这个效果应该就有了。三包一，感觉 biu biu 操作不了了呀，给了个点，完了又被下立场定住，伤害随便打。哎呦，瑞兹过来自己也很危险啊！瑞兹你没技能的，算了吧。这，只能说配合的不是很好。对。半血拖的人马给秒了，车直接撞到 了，有没有机会打一套蓄满 Q 砸起来再 A？ 哎呦，好痛啊！这一套杰斯醒了，加速一下薇恩的一个发育吧，我觉得对这把还是后期要靠这薇恩去 C 的。对的，哦，上来开了一下，牛没闪的，这位应该是要死了，牛头也没有大招可以拿来扛伤害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大龟被击飞，瑞兹上来给一套输出，哎，这什么车？这什么车？你觉得你有办法过这个法夹弯吗 ？biu biu， 啊？这波可能是想闪现大的，没人出来。哦，这可能性是有的。哎，这位有人下，直接回身一个大一脚踢到去，但是队友把人给吸住了。反打，双方都在努力输出，维克托往前追的，维克托这个时候的给的压力比较一般，再一个一定住了。边缘定住了俊伟，然后同时他的一射线第二段的伤害爆发出来，抽到了人头，再往前逼出了灾难的一个闪现，后面有一个牛头过来看了一眼，但是没有选择硬上。刘劲松这波配合感觉有点可惜啊，刚才那个位置感觉闪现开车确实有机会，下路又逮到一个艾米，这个位置被牛头端到了，但回头三环漂亮，而且他是杀到了一个最肥的小天，其实经济也没有拉开。对，哎呀，怎么没给我看那个法夹弯的那个？这波其实不该打的，三人都没大了。对对，少了一个关键性的控制。然后对 B 的输出其实还是有打出来的。哎，现在感觉 BB 应该去多找一点发育的空间，上路又来了，加速没有防御塔。这个位置拍一下留住，有闪现的什么时候交闪现直接躲 Q， 人马大鬼出人马过来了，雷卡闪现往前跟输出漂亮，成功把大鬼给收掉，小天也只能退回打下。哇，卡住了 BLG 回来防守的俊伟埋在侧翼了，这波感觉如果要开的话得等一下瑞斯，闪现到了，这个还不错，吸了上去，但输出呢维尔还在慢慢打，维尔输出毕竟还是比较缺乏爆发的，被牛头闪现反身 Q 了一下，维的输出算是有点被限制住了，而且这个立场把人给留住了，再一个一上来冰月倒掉，再看一次，真的没等到瑞兹，太难受了，就啊碰到了，哇三撞到了，而且这波开了两个前排，一个人马一个牛头，我就点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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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点死，难受，瑞兹到了，无奈，我觉得是挺有限的，哎，但是想要包。高高的一个 TP，但这个位置自己感觉有点危险，这雷卡了一下，这雷卡怎么敢踢这个位置的呀？人马大招恐惧了四个人，再接一炮火亮风暴打上去，这波感觉 BLG 阵型直接被割裂开，艾米也走不掉了，这个位置 biu biu 也是倒地，踢出问题来了呀，踢，尤其刚才那一波吧，就是踢那个位置。感觉也是着急跟队友打配合吧。确实附近是没有别的眼给你踢，那也不至于就是踢在一个必死的位置，对吧？只能说失误了。哇塞，刚才那一波闪现蓝 buff 坑，然后苍穹之月隔壁有点帅，这位置直接打了。现在乌迪尔没有闪现啊，进不了龙坑，有没有别的技能能抢？好像也并没有。三千血的龙应该直接要被 rush 下来。国豪有办法躲进去吗？根本没有办法，上前开了一波，但瑞尔瞬间倒地。那这么一来的话，国豪的位置也很尴尬，遭到劫持 ，double kill， 人马撞了上来，冲了进去，给 Emin 一脚踢死。塞恩开车，车技如何？哎呀，撞到了护栏上，但无所谓，方 plus 并没有进行追击。D
另一手再用双减速打出一个相位，这样的话感觉 FunPlus 有机会一波结束比赛啊，毕竟是20秒的一个复活时间，毕竟是大龙的一波啊，这兵线可以撑得比平常久得多，不愿意继续等了，直接过来。二十波三没车刃没大，是的，感觉只要 A 主机就可以了。是的 ，A 塔，刘青松上前扛了一小波的伤害，血量有点不太妙了。FunPlus 没有把门压给 A 完，可能有考虑要不掉了，感觉可能有考虑要撤。但是看 ZB 这一波的反打效果怎么样？杰斯的一炮命中了 ，Z 卡的状态非常糟。ZB 又上去再一个射线，无所谓。波塔战。虽然上前开了一波好像不错，但是已经完全遭不住这伤害了，因为跟得上呀。是的，虽然想要尽力抵抗防帕子对 Amin 的狙杀，没有也不敢开，那又要再被逼一次门牙。虽然只有20秒的哦，刘青松闪现上去敲了一下瑞尔，反身选择一开，但俊伟完全扛不住这个伤害，而且乌迪尔上去的时候也被林冠翔给扭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瑞兹努力的想要输出，打了一波效果感觉十分一般，人马踢进去的一脚踢死了威恩，艾米也没能活了下来，国豪一个人残血跑回了水泉里面啊，比如僵尸冲上来想要硬打林冠翔，但林冠翔反身一打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人马在这里左摇右晃左摇右晃，一个人堵在泉水面前，但是他非常弱还没死，又是一道死亡射线直接射死了这边的一个，哎，这波是直接越塔是被气光给射死了，林伟强，对的，然后一看不是，是卡扎手自己死了，那没事了，两个人躲在草丛里面，捉迷藏，小天跑很快，追逼追逼，两个人各自为战，这波继续选择追逼，应该是走不掉了，开车了，车围了上来，但是有一个刘青松过来保了他一手，再把人给顶开，对面还可以反击，状态还可以，瑞兹已经被对面反手给收掉了，刘青松还在前面马扛伤害，而且人马这个时候也从后面绕了进来，人马代替了俊伟一脚，俊伟感觉也很糟糕，应该是要走不掉了，俊伟也倒下了，剩下 BUBU 跟塞恩想要逃跑，挑天的下一波技能什么时候好，好了，把他给踹了回来， BUBU 倒在了这个铁蹄下，那这次应该是真的要一波了，有两个从家里走出来的 Nagri 跟林文祥一脸懵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，你们怎么就三打四三打五了呢，啊人马现在哎呦，韦恩伤害还是有的呀，但是被一技能哎赶紧射一下，但是被大刀恐惧了，没有操作空间呐， Amy 倒了，那这局也是要结束了，然后恭喜 FunPlus 完成了2-0的收官战，同时也把自己的季后赛位置挺进到了第5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，我是于双，我们邀请到的是天籁，这是我们的采访，先跟我们的现场和所有的在线上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FunPlus 打野天，欢迎天，现场的粉丝非常非常的热情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那今天其实非常的开心，2-0拿下比赛的胜利，同时你也是拿到了2局比赛的 MVP， 所以现在感觉怎么样呢？就是很久没上场了，然后打之前就很兴奋很激动，然后能拿到这两个 MVP 也非常开心，能给队伍带来胜利，确实，而且今天也是你在 LPL 的拿到了1500次助攻的一个里程碑，其实对于你来说，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成就，你觉得会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其实就感觉跟别人比的话也不算什么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我相信可能在之后也会更加的努力。今天可以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，尤其是你们对于上路的一些越塔配合的非常的默契，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，你们在换扛的时候做得非常的到位，尤其是你们的沟通，所以想问问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去配合的呢？就牛宝对线就压得很好，然后那个血量也很好，然后就我们就会沟通越塔，然后越塔的时候就各凭本事吧，各凭本事。那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一局你们的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尤其是可能经济上，尤其你们的这些配合，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的优势和这样的胜利拿下来之后，你觉得可能对于你们的自信心或者是状态的帮助会有多大呢？因为这是常规赛最后一场嘛，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季后赛了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能赢下这个比赛也是
对我们有很大信心提升。嗯，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二局你们也是会在战术上有一定的保留，上中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你其实节奏上的把控做得非常的好，而且跟第一局一样是拿到了前期的三个人头，所以你觉得作为打野来说，虽然上中也是一样的阵容，你大概的思路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还是下路打，就是扛一下，然后我去上路打开局面吧，然后前面拿的人头有点多，要被维恩射烂了感觉。对，确实可能拿到了人头之后会有更多的压力嘛，但是可以看到你们在最后可能在高地上玩得非常的开心，有一点点嗨了，当时是什么情况？会不会担心可能会被翻盘呢？就当时那牛头说他要开了，然后开了个 rare， 然后就莫名其妙死了之后还让我们继续打，然后其实是有点慌的，但是优势挺大的，还是拿下了。嗯，确实好在是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，有惊无险。那其实在今天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粉丝，包括也有很多应援的粉丝在现场，刚刚有高喊你的一个口号，所以你有什么想对现场和直播的所有的粉丝们说的话呢？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啊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期待。那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可能大家也很关心啊，就是有没有考虑过会剪那个刘海呢？对，这个就比较懒，然后春季赛打完再看吧。春季赛打完再看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可能刘海稍稍的会影响一点这个野区的视线，还是说会帮助你在野区有一些聚焦的功能？就能遮住自己的战绩，然后让自己集中一点，就集中在屏幕，可以更好的集中在比赛当中。也再次感谢小天，希望可以有更好的发挥，也再次感谢现场和所有支持的粉丝们。我们的赛后采访呢到此先告一段落了。